祝我母盼母之平安回归。二位大人请了。请了。令大夫保着大王免迟赴会，日久未归，真是令人放心不下呀。想着免迟会上宴无豪宴，会无豪会，大王此去凶多吉少。大王此番前去，闻有林相日，无有李母将军保驾，还有廉颇老将接引，了然无事。话虽如此，只是令人悬心呐。启禀列位大人，大王平安还朝啊！我等前去接驾呀。请。会上令大夫只用双拳，老将军英勇无敌，故有此者文武而行，我赵国无有也。臣启大王此番免迟赴会，均是老将军一人之功，微臣何功之有？老将军听奉，故此逆时辰二十亿，才断不断。谢大爷王，令大夫听奉。臣奉为首相，执掌朝政。哎呀，微臣不敢。哎呀，岂止！蔺相如今拜首相，位压老夫之上，我的心中不服。
启奏大王。臣妾大王想这首相之位非比等闲，请吃三的四。老相君岂不知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。臣妾大王微臣学术才浅，焉能担当得起这首相之位，还望我之领选贤能。林大夫是哪里话来？想你吃死日期完璧归赵，此番免吃会上为国增光，似你这样今天为帝之才，寡人若不重用，岂能招揽天下贤士？就将臣冤过，改为臣相府下地去吧。谢大王。
启禀老将军，蔺相如召府饮宴，路过长街，众百姓把酒欢庆，他这点体面可真是不小啊！哦，有这等什么？正是，二位先生，老将军，蔺相如今拜首相，为呀老夫之上，我的心中不服。长街之上挡他的道路，羞辱他一场，有何不可？叫他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，这中个将领有长街去城。小巷啊！
老将军，蔺相如不敢逞强，分明惧怕老夫了。他不敢不怕呀。二位先生，老将军，从今以后，若与蔺相如的人等，不要害怕，要坚持将军府的威风。有什么差错，老夫坐之。遵命，奉了将军命，长街斗威风，走着。蔺相如啊，蔺相如，有老夫我在朝一日，我管教你做不得太平丞相爷。
今有秦邦又弄巧计，鼓动齐邦前来伐赵。相顾赵国，文有项羽，武有廉颇，何惧那小小的秦邦？且大王令丞相有本呈上。臣上来待孤观看。有秦王鼓动齐国犯我边境，大王可命李牧屯兵解寇，了然无事。林大夫他追到臣上来带寡人观看。今有秦王鼓动齐国犯我边境，大王可命李牧屯兵解寇，了然无事。老将军他也追到大王，可知他二人过的本章之一否？莫非他二人不愿同朝会面吗？依臣看来，正是此意。将相不和，我赵国为矣。大王不必忧虑，微臣愿去劝说两家和好。亲家若能使得将相和好，乃我赵邦之幸也。
启丞相，于大夫到。哦，于大夫到了，快快有请。有请啊。于大夫到此，未曾愿您当面恕罪。岂敢，下官来得鲁莽，丞相海涵。于大夫到此，必有见教。请问丞相，为何疏离未察？偶然小恙，故而未曾上朝。哪里是偶然小恙，分明是与老将军不和了。哪有此事啊？既无此事，丞相为何在长街之上再三的避让呢？哦，于大夫问的是长街之事么？正是。这倒是有的。哦，有的。啊，于大夫。丞相，我先来请教于你。不敢不敢。是那秦王厉害呀，还是老将军厉害呢？自然是秦王凶狠，老将军是焉能比得？赵啊，像我在秦庭之上万笔归赵，渑池会中礼毕秦王，击风取落，那时节兵似冰山，将似江海，秦王在上，有定在前，我尚且不惧，难道是我就单单惧怕那老将军不成吗？既然不惧，为何再三地退让呢？唉，我怕的是将相不和，乃国家之害呀。原来为此。于大夫，丞相，我再来请教于你。不敢不敢。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？真的无忧。他为何不来侵犯我赵国友人？人是哪个？丞相与老将军。却又来呀，我二人一日在朝，那秦邦就不敢侵犯。倘若我二人一旦失火，那秦邦必然乘虚而入，发兵前来吞并我赵国。到那时，这五国殃民之罪，哪国担当得起呀？哦，为此我临相日以国事为重，我是情愿让廉颇，不愿王朝亡国。哦，
将军回心转意，恳请和好，我林相日还要国府与老将军赔礼。哎呀，丞相啊，此事皆以老将军一人之过，与丞相何干？丞相稳坐府中，等候好音便了。有劳了。Thank you.
什么真实的本领，臣的老夫在疆场之功，如今他的官考居无闲，未压朝堂，此事无耻。得宠在老夫面前，臣的什么英雄好汉也。是他二人再三致意，叫我回来奉劝老将军与他家相爷和好，将相同心，免受秦邦欺辱。我说这话，老将军要再思啊，再想。哎，要老夫与他和好，万万不能。于大夫到，于大夫到。有请，有请啊！离了丞相府，全是老将军。哦，老将军。于大夫到此必有所谓，老将军说你为朝，莫非身体不爽？脸破虽老，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，奏本不朝，我为的是一人，莫非为的是那林丞相？我不
不知道什么林丞相大夫严重了。请问老将军，你与那秦王是哪一个凶狠？秦王凶狠无礼，我焉能比得？赵王，向林丞相受此父亲万笔归赵，渑池会上强命秦王击封，那是秦邦兵死兵伤，将死将害，他尚且不惧，难道是单单惧怕老将军不成吗？不惧怕与我让谋何来？他怕的是将相不和，国家之害呀。我二人不和，与国家祸害之有？老将军此言你二人一问一摸，一想一想，同心辅照，那秦邦不敢轻举妄动，你二人一旦失火，那是秦邦不动刀兵便可灭赵，事到其间休到你我，就是赵国的宗庙社稷也难保全。你换臣的什么威风，闹的什么义气啊？那林丞相以国事为重，情愿让廉颇，不愿帮赵国。听于大夫之言，我日梦方醒，此刻将相不和，国家必受其累，倘若秦邦来侵，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，可叹这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徐东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这五国殃民之罪居在我廉颇一人身上，我问心何干，于心何忍？哎呀，廉颇呀，廉颇，你错之于先，怎能宽饶于后？这！老将军，只要老将军回心转意，那林丞相言道，还要亲自过府与老将军赔礼呢。哎呀，大夫啊，此事据说廉颇一人之过，怎能劳动丞相前来？我要身背金帐，亲自与林丞相过府赔罪，便了。Thank you.
将相和好，不免进宫报与大王知道变了我。军来了，正是。哎呀呀，这倒巧得紧，老将军在哪里？老将军在啊！老将军，你这算何意呀？哎呀，丞相啊，廉颇老迈昏庸，不该藐视贤才，休诛丞相。今身背金帐前来请罪，王丞相，你要我多多的教文孙子啊！哎。老将军，你
可算得。